点新闻的话语、啊。幼稚园开始。真创意同意会24年前，我当司仪。哇，我司仪的经历24年。我们哈林育主委哈，今天是我创意同意会的时候是当我的司仪。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好姐妹哈，我们的林育主委哈，非常感谢她。那我一做这改记者会的主委，有可能我当司仪。因为我看到了，但是我爸，我们秘书忘了跟我爸，忘了跟我爸，我还很用心的。我怎么讲讲讲到不会伤害他？每一个都真的是比我更精明、更棒，自我鼓励。为什么还有动力嘛？哈，我明天会更好啊！我一手来分享，不用做礼物。有一天早上，明仔才要接回去。参加了，被叫回去，还不知道去帮忙布置的，还有两年、三年的哈，他们入戏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哦。真的，真的是同届，你们真的是都很棒。他们过了过后，我就从和平会现在是没有了。我们从如果算分区的话，和平会是 A 区、B 区、C 区、D 区，再是副会区。从和平会做起来，会解的区，然后呢，再当监事，再来当理事。再来当秘书长，秘书长之后呢，后来会几乎单人家，一人一人动算统一会全部的全体会员会兄，全部拢服务，包括会社拢服务。哦，爱是阮会吼，上下蛮讲话哦，上高义上明讲话哦，然后呢是上认真上卡在一个上实在，啊，所以他会来实行落实监督总会的所有的。执行这些的会议哈，不用听了。他是在35年，他拿到全国的奖金，在全国的前面拿到的。有时候我去拜拜时，我先来，台湾人也跟我的公公讲说，我在35年后，我有做到你们专家，其实我有落实到时间，天天儿子祖宗弄死的。所以我讲哈，哎对，专家请入来，让我晋升了，对呀。他说刚在公参加同济会，我弯内心是这么是讲，我的欢喜心，我尽我的力量，我能做的特别大，好很努力。就像我体内雄性仔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就是给这些的总会的职务都当过了，一点也没体内心。你那边做什么仔子？当然啦，总会也是分区分的，把那边领。我们是很落实的去把它完成，可是要完成每一件事情哦，务必有走过很多的专责的力量。我这回定了，这回定了，也是学习成长哦。拜托拜托，阿来参加哦，你也来哦。咱来提钱来去好人，阿来好人提钱来社会服务，阿来讲拜托。这个学习成长，身段学习和自我成长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那个过程，我是觉得是也是一种非常有成长的机会，跟大家分享。走过并不像很艰难，可是我听到的是这个回响是，因为你看现场就有这么多的好伙伴，所以说我好就是做珍惜。